这个球有了，有了。中外野方向拦打，张景德要往平看看呢，这球被挡下来。中外野手这个转传也蛮快，快，他们真的快。这个要拼的话会出局。王柏荣不简单，没有受到失误的影响啊，连四场比赛敲出安打。这时候也迫使古巴队啊再度的叫一个暂停，因为中继的拉赫拉刚好投了一轮。啊，紧接着要进入到中华队的第四轮的杨代刚，没错，来看一下这个球，球速是王柏荣落后，哇，厉害，这个漂亮，滑球到内角偏低了，你看一拉起来，朝着投手攻击，那个角度非常的漂亮。所以外界也评估啊，王柏荣因为出棒速度真的是相当快，所以他可以把球再带进来一点点，然后去顺势的做攻击。没错，尤其他的攻击，你看从这个侧面来看呢，从这个地方开始一线往中外野的方向。那个线要往前一直拉出去，这是一个很标准的打击方式，所以他的上半身肩膀不会很容易开掉。